大慈山万元寺每年都会举办两次的朝山活动。大慈山万元寺每年举办两次朝山活动，此次是今年第二次活动。全台约有70万辆游览车齐聚万元寺，信众以恭敬、专注、虔诚的心礼佛朝拜。弘律法师开示，朝山是一种洞中佛事的体现，许多佛事举办法会，让信众亲近佛陀，增进道心，而朝山更能引发菩提心，降伏贪嗔痴三毒，增长智慧，展现佛心。我们今天呢是一年有举办两次的朝山，我们一般我们都在十月份呢，跟元旦的那都会举办两次的朝山。那这次呢是在今天呢是10月6号呢，我们举办了全国大朝山的活动。那我们这朝山呢，这次呢我们这全省各地呢各县市呢，所有的莲友呢发心来邀朝山呢，那我们这次呢我们总共呢有70部游览车。那我们今天来的莲友呢来朝山呢，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意义。我们在佛教中呢有一则是洞中佛事，也就是朝山那静态的佛事呢就是在佛堂里面念佛。朝山是有益健康的运动，也能体验到禅坐是静中禅，朝山是洞中禅，把心安在清净佛号上，不生杂念，专注脚下每一步每一拜，就是一种禅定。朝山是一种考验，必须打败睡虫，付诸行动，而且一年只朝山一次不够，要累积很多次才能见到功效。十方新闻黄慧如黄凯杰苗栗采访报道。